哦。缺点婆吗？我要等你做一个决定，我要等超级久。他不喜欢通电话，他喜欢聊电话，他聊电话聊一个小时。刷一刷。Hello， 我是陈宁。你好，我是 Jeff。今天我们要来这边做什么？我们要烹饪嘛，因为你看哇，有那么多食材在我们面前。对我们来说，煮东西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这个家常便饭。You mean 对我来说？对对。但是你知道哈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安排。安排？我动口，你动手。哦，真的？我来动。对。你来说。Yes。最后我做出来的，你来吃，你来吃。啊。对不对？这就没问题。OK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呢，是 Korean Street Toast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有两个求救的那个重点。OK， 第一次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话呢，你就要拉长音，拉越长我就帮你做多久。帮我这样拉长音啊？对，能看到这个，每吃一条就有10秒。啊，这个不是食材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准备好了。菜来，菜哪一个？这样拿。左边的白菜还是白菜？拿可以吗？可以再细一点吗？撕的。等一下，我做好，你一定要吃。Okay. 切断，你可以小点，瘦一点。这个我以前我看妈弄做，还是当对喽，很快啦。你没有了，工具不好。其实陈宁煮的东西真的是不怎样。我觉得每一次我吃的时候，我就整个心里充满爱，所以他煮什么都好吃。他是很硬的人哦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不知道，我都会知道有哪一些是他的地雷，不会碰到。只要他 happy， I'm happy。在广播933都知道的，Jeff 说的话哦，只有一半是可以相信的。OK。啊，这个倒进去，很累耶，很累耶，还要做什么？我不可以动手。倒进去。切大葱 ，OK， 你懂怎么切吗？这个先把这个不要的切掉。哎，不错哦。可以，然后剥那个皮。剥皮。看我的心，你会知道。赶快剥啦！打进去里面啊。对，你蛋壳不要进去。要壳吗？你在打什么蚂蚁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一点点就够了。咬在一起。你确定这个可以吃吗？可以啦。OK， 好，倒进去。等一下，锅先弄。哦，先弄，先炒它。对。OK， 怎么样？哇，好像有点太多。倒这个吗 ？No， 还没有。可以说一下对方的优缺点。缺点婆吗？每次我们要采访这艺人啊，他就说我应该化妆吗？应该化妆吗？我的搭档天生丽质，他们不化哦，都是很漂亮的。他们每次就是跟我讲，你不用化啊，然后等一下就变成我很难看，他们很美。因为我觉得他根本都不用化，因为没差，而且他的那个位置，那个灯光是那么的烂。化和不化都没差。对，还好这个是我唯一的缺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很有创意，很有想法， yeah. 很有才华，很用功努力。OK、yeah.。你觉得这种男人是不是可以托付终身？你开始煮菜更可以托付终身。有时候他是一个急性子，我要等你做一个决定，我要等超级久。他不喜欢通电话，他喜欢聊电话，他聊电话聊一个小时，而且他讲一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结果。他应该是不喜欢跟你接触，没错，他喜欢跟我面对面出门啊，然后就叫第三个朋友来。我跟你说他优点，首先当然人家知道他美啊，然后你知道这个优点呢、啊，不是优点哎、欸。Rectangle. Yes. This is a circle, you know. Yes. 有没有 rectangle? 可以的。第一感觉你会觉得他是美可爱，但是你跟他相处久了之后，你知道他善解人意，他很关心人啊，有一丝丝的不开心。没有，我比较敏感。他回家的时候，他就会 text 你， Are you okay? You want to talk on the phone? 然后之后我打开，我没有讲错，又不要接我的电话，传不到，为什么不要？可以的，可以，来，慢慢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两个一起。OK, yes. Woo. 其实为什么这个不可以放烘炉呢？哎，对好，你到韩国去哦，他们也是没有烘炉。这样做只有条件，工作努力。但如果他的这个职位怎么爬都爬不上呢？就你在说自己、啊，身材啊，也不是最重要的吧？每个人都会变老，都会变，对啊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就是身材也是没有重要。那另外，因为他在说他自己，然后他的肚腩是越来越大了。人品呢？人品，就他需要体谅我的工作性质哦。对，那是最重要的。OK， 然后没有然后了，你这个要教了吧？讲真的，不是结尾不效果，我从来也没有帮人煮过东西。如果有上节目煮东西的话，那是节目。但今天我很开心，这个作者组特别请了，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。这也是节目，这也是节目。摆盘上菜啦！你好，然后鸡蛋，然后鸡蛋可以再多一点的，真的哦，真的。放 ham， 火腿耶，或芝士。这个要拆吗？哇，你不会尝、我可以尝试，我30秒都可以。OK， 好，来哦。啊，怎么找不到？哪里啊？哎呀，拉不开耶，拉不开。好啦，可以了。
难哦！你真的没有开过啊？我没有开过哎。你是什么家的少爷啊？哎呀，不可以嘞！哇，你真的要吃啊？我真的开不到啊！然后吃完就十秒啊？整碗整个？对啊。好了，给你一口。哇，快点！哇塞，有人在拍呢。对呀。OK， 你要拉继续拉啊。OK， 来。哦，老师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可以吗？我要画个心给你看。不用，真的，等下盖下去就看不到了。C for 陈宁。N， 看得出吗 ？N， 好了。嗯。摆盘哦。好。好，你要，哇，为什么？ Okay， 你把这个切成一半。嗯。OK， 没，好，来摆。哇。嗯，我说的真好，我做的真好。我们要先吃才知道，要先确保你没事，我才敢吃。嗯，可以吗？哇，面包脆，味道鲜明，蛋是蛋，火腿是火腿。啊，不然呢？加那个酱之后，哇，你说的对，加那个酱之后真好吃。好了，我觉得十分了，啊，九分。九分，人永远都是有进步的空间的。这个魅力指数怎么样？嗯，有待进步。来，继续吃。我们今天的这个刷一刷，一切听你的，成功。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记得要按赞，还有订阅哦 ，like and subscribe， 也要开启 notification 小铃铛通知，视频不漏看。